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今晚我一个人在家，你来我们一起做点有意思的事吧，嘿嘿嘿。排位还是匹配，王者还是吃鸡？算了，还是带上身份证去看电影吧。看电影不需要身份证的啊。哦，我重要还是游戏重要？都很重要。不行，必须选一个。你重要。嘻嘻嘻，没什么事，我先打游戏去了，晚点聊。哦，哎呀，你又怎么了？昨晚在保温杯里倒的水，刚才喝被烫到了。卧槽，这保温杯质量真好，效果真牛逼。哦，我拉肚子了。吃什么了？不知道，可能要来大姨妈了。来大姨妈还会拉肚子呀？长知识了。哦，肚子还疼吗？不疼了，好得很。太好了，疼起来嗷嗷叫真是烦死了。哦，我错了。你没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好，你的错，我原谅你了，我可没你那么小气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哦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自己哭一会就没事了。哦，那就好，我打游戏去了。哦，都看到第六期了，还不点点关注，听说点关注的人明天就能找到对象。